走进名家，欣赏名段。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名家名段节目，我是钱慧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将继续为您介绍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张桂凤老师和他所创立的粤剧张派艺术。在粤剧界有十声九张的说法，意思是说，在十个粤剧老生演员中，差不多有九个是唱张派的。张桂凤老师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天堂神经
好好这养官公司会有光光张张好位家来，莫非这养官官中有戏被牺牲大了，嗯，为的家来为父也不清仓。弟弟岂有这份子，儿子有份子多。
去日吃的。今天是十八万月光。张桂凤老师特别善于广泛吸收其他艺术门类的精华。他曾经说自己受周信芳大师的京剧祁派艺术影响很深。京剧《二堂放子》原本是祁派的代表剧目，而张桂凤老师在将它移植到粤剧的过程中，不仅保留了祁派的特色，还进行了符合粤剧特色的创造。因此，当您欣赏他的表演时，既可以感受到周信芳大师的影子，又不得不承认，这个刘彦昌是张桂凤老师张派的。老爷，以妾身看来，秋儿生得本分，神像天性之将，这幸福官报一定是神像当设的。夫人，我看丞相生的老人。七日教养神仙，幸福官报我款是七日当时的。我说是神仙，我款是七日神仙，七日神仙神仙。夫人，你好糊涂哦！老爷，你身为罗州正堂上谕朝廷办事，下谕犯命分狱，至今连两个奴才都身份不明吧？你倒来冒冤，妾身不成吗？夫人呐、下官身为罗州正堂上谕朝廷办事，下谕万民分忧，刁民们不为下官所内批吧？实为下官所内，请在班子当中在各官家，如今这两个奴才还在下官所内，我有班子，你叫我当在哪一个的身上？我有各官，你叫我搁在哪一个的腿上？又倒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哦，我有谁难当死妻身。幸福官报终日是丞相当时，那钦差老者就不会轻易放过秋日，这是幸福写来那人，岂非叫这两个奴才一起送命？老爷爷，当时神虚的命，只独你命的一命，我想当秋日去的命。三回说情，我上大丞相去的命，神仙不问什么一片心，上不送儿
爷吧。老爷，你胆色复发。我想得秋儿，秋儿，他去的命。善于刻画人物复杂矛盾的心理，是张派表演之所以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之一。二堂放子中的刘延昌面对沉香的一段唱，唱出了父亲对于儿子的爱和愧疚，不忍放却又不得不放的心理，听来催人泪下。
乡。
欣赏了带有京剧奇派特色的二堂放子，接下来让我们再一起欣赏张桂凤老师在越剧《三看越美》中的精彩表演。就是听听闻，不是嫁我母亲恩怨。我看那门朝两班文武官，不管元老从政，左右丞相落步公卿，哪一个接得我刘万望？是此生得君王宠。哦哦哦哦不介意吧？是。
这少爷宝贝就是顶品之物。哎呀，弟弟，儿啦，今日四更起身，我苗进下，这是才为路上辛苦了。王爷，年年去年想，不到早一号回来了，偏偏在庙中接到了一个。接到了什么？儿啊，接到了什么？神台底下多杀一人。啊！竟有这样不怕死的人！儿啊，此人是男的，是女的？是男的。年老的，是年轻的？年轻的。他可曾接到你？见到的。你可曾接到他？当然接到的啦。下月再把这刁民拿来千刀万剐，万剐千刀。是的，女儿把他放走了。这是为什么？弟弟用兵，他是一个乡下人。乡下人难道再他不得？非也。老娘穿丛林，青衣不雅，仙不雅，得到庙中去生生。他是一个小桃子，孤儿误扫了他的命。那这是你的不是了，怎么倒是女儿的不是？岂不问王夫人永不发难嫂，你就不该轻易地把她放了。弟弟，事过到忠臣孝子，人人得而敬之，纵然五万里吊，也该宽赐三分。儿啊，万岁御笔定礼调，张贴王榜闻名校，出外王法仔细听，问他小道不小道。弟弟，你是皇宫女妹贵妃吗？怎能够轻易接人借用？沸沸扬扬传出去，把王家正业一难逃。地脸上烧光彩，为父也要被人笑。啊啊，原来弟弟是为了这些。这不是为了为父，为父是为了你哟。为人在世靠生命，今日切莫误乱营。常言道，是真是鬼神经错，是轻是邪神宽轻，非是为父多老他。女儿做事太随心，巧妹女妹，再与我为王去吧。是，素娘娘。女妹，王爷，那个年轻乡民心直命脆，神已经放走了，王爷在问他做什么？讲。他叫张仙儿，家住哪里？是在什么哈里哈达？什么哈里哈达？哦，是在哈达门外哈里糊涂哈达村。什么什么哈哈哈哈？哈达门外哈里糊涂哈达村。嗯，知道了，下去。是。家玉在，明日带四十名教尉去到哈达门外哈里糊涂哈糊里糊涂。哈达村把刁民张小二砸来见我。是。哈里门外哈里糊涂糊里糊涂，张小二。
秀儿啊，张秀儿，你把老夫搞得无里无度，老夫就叫你死得无里无度。三看玉梅，又名三看玉梅流金锭，是粤剧传统戏，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曾经设置成彩色粤剧艺术片，由当时在香港大红大紫的电影明星夏梦扮演的刘金锭，而电影的拍摄几乎完全是按照上海粤剧院演出本进行的。有没有醒来一声吧，我怕是一杯冷水当头啊，急得我双手临时冰，急得我的魂他乡。可你用夜叫声，神思恍惚，真是无比。王爷，郭医生来了。请他上来。哎呀，女儿实在无比。那你又要省心了，月饼真的不快，快一快，快一快。玉清，郭医生，拜见王爷千岁。罢了，罢了。哎，你怎么替本脉儿媳妇来了？娘娘千岁有病。哦，是娘娘千岁有病，此次带小姨替娘娘千岁安马。哎，要问几句，要问几句。把这红罗两线系在娘娘千岁丰收的马鞋上，祝红月落啊。嗯，祝红月落啊。知道。哎，先生，你替娘娘千岁看病，可要谨慎仔细哦。请王爷千岁放心，秀色是与娘娘千岁看病，就是替平民百姓看病嘛。小姨也当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当为病人出力哦。娘娘七岁的病人，你要推敲得准，可不能乱下定论哦。不孝王爷千岁吩咐，小姨月色思雄，是什么？是三思而已。是还是三思而听？我是金玉良言，至今铭记在心。非是小爷在你王爷面前夸口，不管大病小病、重病轻病，我是你难杀真，我是不死之症。哎呀，先生，你太啰嗦了，快看病！哎，看病看病。小莲，我难道实际不知道有病无病吗？娘娘，有病无病，娘医生看一看嘛，就知道了。啊，看一看，看一看啊！真麻烦，医生，请问嘛吧。哎，郭医生，娘娘身体什么病啊？哎呀，此病是下非下，是轻非轻啊！先生，娘娘千岁马歇歇服。哎呀，请把儿子，先生，哎呀，请把儿子，先生，哎呀，哎呀，不对，刚才听先生也道，生我儿子病，死下非下，死尽非尽。此刻见女儿，一会儿生气，一会儿发笑，莫非真的得了疯病了？哎呀！
那个张小龙下了一下下完了。进宫自命圣上，圣王爷。张桂凤老师14岁开始学戏，主攻老生、兼习小生花脸。初登舞台后，还曾经向徽班师傅学习武功，曾经演过《关公显圣》等武戏，称得上是文武双全。这些经历都为他塑造《三看玉美》中刘天化这个刚愎、鲁莽又有点滑稽的大元帅积累了基础。一望清楚，有王爷在此，那有小爷的所谓？细水为娘娘宽兵而来，那有不说之理？谢王爷，小爷方是告诉。请问细水真姓大名？范生姓徐，曹氏金家。徐金家，徐一生。请问先生是哪一位名医书传？小女是家传，我也是第九代了。第九代了？听先生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之人。小女乃是他乡迎宾而来。三高
生不愧是一位圣人君子，是能靠得我儿听雨帮你采草为国。王爷，小爷是为求官来呀。为何而来？那请小爷一点体谅，能是虞美娘娘奉天早日痊愈，我愿以身了。啊，要先生清高得很，便就替先生接风。且慢，王爷，这救人可怜，病可不能无啊！哎呀呀呀呀呀！先生不愧是九代主子的名医家呐！这是财神同日，我来见过王爷。见过王爷。罢了，带财神同日去永固九湾，巧了。见过王爷。这位徐医生是九代主子的名医生，上前见过。见过徐先生，这位姐姐罢了。巧了。并告娘娘知道，立刻陪先生同上宫楼。是，先生请。王爷同去。礼当奉陪，礼当奉陪啊！此次有劳王爷。先生请呐、在越剧界，很多人都喜欢开玩笑的称张老师为“老头”，这个词不仅仅是指张老师所扮演的老生角色。也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张桂凤老师的性格，直爽、开朗，还有些大大咧咧。不过，在艺术上，张桂凤老师的严厉是出了名的。他的学生吴群曾经说，老师曾经对他们说，演员是没有资格生病的。从这句有些不仅情理的话中，也可以看出张老师对于艺术、对于舞台的执着。你来见本外为了何事？啊，王爷千岁，这千不是万不是，只怪下官的不是，不该平时教之不严，从之有道。今日我得到法上与王爷千岁赔礼来了。是为冯大人自家念经，教子有方。请问王爷千岁，不知我儿他身犯何罪？朝廷公楼戏弄虞美娘娘，该斩不该斩？哦，完了，这样弥天大罪，理该问斩。对呀，请问王爷千岁，不知我儿他怎样闯进宫楼去的？他是接了王宝儿嘞。他接了王宝，乃是为娘娘千岁看病而去，真是他是戏弄娘娘呢。这岂是我儿戏弄娘娘？那么娘娘为什么不将他定罪，反而生他这上殿暴病？这件事还是下官的教之无方，还是你王爷千岁的自家不严呐、老匹夫，你尽管当众羞辱老夫，这还了得？教卫们把他轰了出去，将冯家军开刀正法。只有恩将恩报，怎能恩将仇报？
为父宰他不得，难道万岁爷爷宰他不得？这弟弟，你王榜之上可曾加上一条？加什么？弟弟，你来看。引领相方早为动作。弟弟，万岁赐字挂王榜，赐得兵也重伤，加上一条是你写，乱臣把心去自家，此情而兵也先于臣家也。欣赏完了诙谐的三看玉美片段，今天的名家名段节目也要和您说再见了。在下集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介绍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张桂凤老师和他所创立的越剧张派艺术。观众朋友们，再见。